大家好，我们是 SH48 Team N2。那今天我们的 MC 话题就是，祝给我的祝福，给小四的祝福，对，啊，小仙女，好，小仙女啦。我是什么来着？哦，想变成，你是什么？你是想变仙女？你自己是小仙女啊？想要变月亮照着大家。大家好，我是赵月，也是会长。会长，小仙女。耶！赵月小仙女，对，我是女神，也是我，对，都是我。然后今天小四生日嘛，然后小四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他自己希望自己能长胖一点。对，祝福你。不，我希望身材长胖一点。对，但是我希望在就是你长大一岁了，就是祝福你，就是吃东西吃的越多，胖的地方也越对，可以吗？这个可以。我觉得小四这个愿望和张雨欣肯定非常深有同感吧。因为他以前很瘦的时候，他说我好羡慕你们，我多希望脸能胖一点。后来呢，现在梦想成真，你梦想成真了，张雨欣。所以小四这种愿望不能随便起，老天有眼，你知道吗？当梦想照进现实啊。然后在这里也希望就是小四的那个择天记能收视率高涨，耶！学姐一笑暖心房，四目相对心慌慌，小黄喜欢就勇敢说出来。你喜欢谁了？你又喜欢上谁了？我喜欢小仙女。喜欢就勇敢说出来。就是有个秘密，就是我刚分到 N 队的时候，其实是小四前辈的黑粉。黑粉！天哪！天哪！英气猛烈！解释一下，就是他哪一点让你觉得你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让你黑他？这就是黑粉的下场。你做了什么？我解释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听他解释，听他解释。刚进团的时候嘛，然后我们六七人特别多，然后前辈就可能面对这么多人很紧张，然后呢别吓唬他，他不禁吓唬小四的凝视，冷静冷静。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黑粉还不够多吗？也不差这一个，趁现在快点说完。我保护你，没事，说出来，没关系没关系，你趁现在快点说完。认真说，爷爷别发急，就是要说看他看他会说出什么来，接着说呀，就说了，就是我撑不住了，别停，然后就是我来，刚刚说完，前辈前辈见到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你有没有上网？你有没有上一些什么网站？没有，听黄队长说完。你的 ID 是什么 ？ID。没事，就是前辈见到我们后辈一般两种方法，一般就是微笑嘛，另一种就是捂脸跑走的那种。然后小四前辈就很奇怪，他就会坐在食堂，然后就把我们叫过去吃水果。就这么好，你要你是我，然后你还对你好，你还对人对人家一点。因为所有前辈都是一般就是微笑，然后我并没有哎。然后他就很奇怪，然后我就看到他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就反正就小四也听他说完，他觉得你笑里藏刀，知道吗？你听他说完。对，然后就别拦我，我要发口气了。不是，黄东阳是不喜欢你对他这么好啊，所以他这个人有点短。抖 M， 我估计他喜欢吃草莓，你给他吃了一顿西瓜。啊，对，反正就喜欢别人对他坏一点。嗯，我知道，我懂了。我们水瓶座就是这样的，是吧？是吧？我们水瓶座就是这样的。来，水瓶座，什么玩意儿？哎呀，什么？还有我。我来来来，陈文言，来来陈文言，我们摩羯座表示不跟你们同一个阵营，好奇怪啊！这群人，白羊座表示你们很奇怪，金牛座也觉得好奇怪，本抖 M 表示你很奇怪，他们底下水瓶座也都是这样的吗？然后喜欢别人对你们坏一点，听完然后就是看他公式照，笑的就很像个演员，然后
感觉，我懂，我懂，但是说不出来。我不是像一个演员，我就是好吗？不是，谢谢。不是不是，小四，我帮他解释，就是水瓶座是很慢热的，但是你是很那个什么，对，很直接那种。很对对对，很热情，他被你的热情给吓到了，是不是这个？这样也不是，真的行，这也没，这也没。你别圆了，就你不行，你就说一下他不下，你不行，他就单纯的小黑虫而已，没有理由。我再来，也不是，你就单纯讨厌他，对吧？那个时候是他点头。做人为什么要这么实在呢？你能虚伪一点吗？来，让你自己说，好好编，你自己编。他点头了呀。后面我看你怎么圆回来，我告诉你啊，你就别下台了。来来来，那个时候真的就很讨厌他，然后。你不要再说了，别人都很讨厌他了。然后他生日公演的时候，就是看的也不是很开心嘛。然后你一定要这么诚实吗？童阳，童阳，别拦我，忍住，忍住。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你觉得 H 队，你去 H 队待一下怎么样？不要这样。X 队可以。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觉得你假睫毛很假。我都没说出来，干嘛这么诚实啊？我说以前讨厌他，但是现在更讨厌。对，更讨厌。说现在，对，说现在，以前是别说了。没有，你说完说。很奇怪，水瓶座的异类，我们就是一开始是很慢热，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就喜欢上了。人家不是这么想的。是呀，他说是呀。就不止通过接触，就发现他这个人真的特别好。对。终于圆回来了，圆回来了，恭喜你圆回来了，好勉强，我要吓哭了，我的天！无论如何，刚刚的表演都很精彩，大家喜欢吗？喜欢。那我们来唱生日歌吧。哎，生日歌还没唱，生日歌还没唱，先哪个来着？完了，今天脑子不灵光。先点蜡烛。唱生日歌啊！今天司仪自己过生日，有点弄不清了。对，我自己过生日有点不清。你的蜡烛怎么搞的？先唱，就一根就行了，一根就行。不行，说好两岁呢，两岁，必须得两岁。祝我的两岁大寿生日快乐！我已经弄进去。好了 ，OK。要那个生日歌。自己点了。自己动手，林司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说两句吧，我这么远，你那个写那个屁到底是什么？偷偷咪是什么呀？真的吗？那是一个表情，可能表情。对，安琪也有告诉我，安琪今天有在看直播哎。他那天跟我说，他说我要看你的直播，看你圣诞节。他每天都会看来着。那我们现在就冲进那个电视机前的安琪打个招呼吧。嗨，电视机前的安琪。我们可是我们没有上电视啊。是网络。电视放就行了。上电视了，请在电视上放我们，谢谢。对。他要赚多点钱请他吃饭。感谢红十字会，救活了我们这几个人。你也是
这活力的。对，我也是这活力。怪不得你能买到我的房间。对，其实一开始就是我跟小四其实是最开始是室友，因为小四之前其实脾气真的很可怕，就是我经常一回去会发现，对，就一开始，然后我的就是我跟小四的房间被掀翻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小四会因为一些就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去掀翻这个宿舍。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时候有时候在排练房的时候这样，我林思义可不是好惹的。这么吓人的吗？那是在压胯。对对对，压胯的时候快乐了。没有，然后边没有可气了，然后边压就是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好惹的，下不去，然后开始自虐。对，现在小四克制很多，现在变成是我了，我赵月不是好惹的，然后小四拦住。对，现在都变了，我告诉你，然后现在我要外拿一下，我把你拿过来。对，然后小四真的对我们帮助挺大的，感谢红四子会啊。红四，好，下一个。赖宝也加入了我这边。下一个，也希望你们那个，接下来也能够一直陪着我，一直陪着恩队。对，我这个愿望也就是希望能够恩队能够一直，也想告诉你们恩队一直都在。然后最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个。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吧，因为我觉得林思义从来没让你们失望过。对啊，是的，小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应该跟粉丝都一样，就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世界让我们遇见了你。自从有了你，生命中就是有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然后我特别想，自从有了你，生命中就是奇迹，多奇飘。你的缺点被优点掩盖掉太多了。
没有，他们说你不好是想你更好而已，就是对吧？就是单纯嫌弃，谁敢说你不好？很好了 ，miss 掉。谢谢大家，真的很谢谢大家。希望谢谢你给我的爱。是啊，我们要止住，我有的时候这种说脑子很笨，我也就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这首《他下的夏天》也是送给你们的，你们在上学、上班、工作，或者在家里，或者怎么样陪在每个角落里面。然后，但是我想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英雄。然后这首歌也是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能够越来越好。你们不用为我付出很多，只需要在你们工作的时候那么一丢丢的时间想起我就可以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越来越好。耶、yeah! ！谢谢小思。哎，这是什么歌？我能问一下什么歌吗？是我啊，是我点的，我点的，不好意思，我点的。切歌，好像 KTV 吗？我的歌，什么？谁点的？这首歌很暴露年龄。我点的。哎，你们先划拳，可悲和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这什么歌啊？和你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随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真切。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些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即使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也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记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在你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谁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那什么，谁点的歌呀、啊？都是我点的，唱短板得了。只是我们在外唱短板呢。今天控台要事情啊。好了，今天我们的公演到这就是控台，谢谢。那我们就祝林思颐生日快乐。好的，下面请欣赏下面的歌曲。然后选，哎，你选。火。直男为啥事迹证明？这不就林思颖吗？直男为啥事？哎，你们想选哪个？有没有？四吧我听不下去了，你要搞死我！没有，还没给圆回来呢。只不过今天穿的裙子没法翻而已。对呀、啊，裙子呢？没圆回来。其实也可以。啊，这样别，也可以。赵月其实还会托马斯旋转的。对，我什么都会。赵月没有，赵月不会的。阿姆斯特朗喷气式阿姆斯。
哦，我不知道吧，我随便说说的吧。嗯，来，有什么那个成员的独门绝技吗？老师，你来躺下来，躺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人工心肺复苏是吗？对。哦。首先，你要先拍他的脸，呼叫他的名字，林思义，林思义，醒一醒啊！别打，脸肿了。可以用力点也无所谓，完了他不回。就是在哪靠脸，靠脸吃饭，靠脸吃饭，靠脸吃饭的啊！认真的吗？是认真的吗？是认真的，就是轻轻拍打，然后不是轻轻拍打，那就轻轻拍打不行了，轻轻拍打用力还用力，然后完了之后看他没有反应，首先先看他的嘴巴里啊啊啊啊！我这个我已经晕了，我怎么配合你啊呀？不要，那你就放松，放松就行了，你放松，你昏过去了。看他的嘴巴里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异物啊，然后如果有异物或者是假牙的话，就把它拿出来，就是假牙。完了之后就把他的头抬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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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高。来，我给你对个麦，来，对，开放他的气道，气道，对，然后就是最关键的了，来帮我拿个麦克风啊。你们想到哪里去了？手是这样，完了开始按胸，这是关键。嗯，听到了。剑突的位置。剑突是什么位置？胸骨，然后反正就有一个尖的地方。摸不到。对，完了之后就这么按，用力一点，然后就按30还是15下来着？忘了。来，按30下。对。那如果按了3下还是没有反应怎么办？你不能这样，你不行。还没完了，要开始。哦。我好兴奋呀！林思义，你是不是很想我亲你啊？好恶哦！要不我来帮你？哎，我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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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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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然后他能醒过来就是最好了，醒不过来我也就没办法了。啊，对，就这样。对，这个确实是一个。你把衣服给扯坏了，这个没法复苏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技能，实用的学起来，大家实用的技能，记小本本，实用的技能。然后那个佳爱有什么技能吗？就是你平时在学校里，你作为一个声乐部的高材生。哦，我作为一个声乐部高材生，我会跟猫交流。哦，哇，就是我会跟猫狗交流。我们这一排有猫吗？没有。台下有猫吗？你啊。你啊，你现在就是猫啊！好，这个人现在是猫。哦，对，我是随便的。那我现在开始跟你交流了啊！好，来，汪，叽叽叽叽叽叽叽，这不对啊！哪只猫会说这么多语言？我是太空。那有的猫就会，这叫做特种猫。那你来当一下猫，你来当一下猫。来，娜娜，你试试。对，我是假的。那你试试。哎呦，辣宝好可爱呀、啊！为什么我带的时候你没有夸我？你不按套路出牌？来来来，辣宝来。要后背弓起来那种，你不能跟他交流啊！变种的猫，这不太真的被维琳娜萌到了，感觉会挠人。这个学校冲来挠你爪子。这不太对，就辣宝，你是一只很温顺的猫，嗯，温柔的，温柔的，都还给我加设定哦，设定，温柔的，温柔的，嗯，我没法对自己说话。你看到了你的那个理想的对象，嗯，他呀，哦，要想象一下嘛，想象一下，好嫌弃呀、啊，想象一下，假如你的理想，看到你喜欢的讲你想然后就想跑了，对，害羞会害羞，那个对你猫应该很害羞的。 对我家猫就很害羞。你求个偶试试。嗯嗯，好可怕，对不起，好可怕啊，这个人求偶啊，谁求偶、啊哎、你会吗、啊、你还会求偶、啊、你会求偶啊，求来求一个，这个不是，是你是猫对不对？哦对，嗯，好你是偶，他求你，你是偶。哦、你求吧，求吧，求吧，你求。校长，嗯，没关系，他不是猫，随便。嗯嗯，来了啊，嗯。哎，你是有校长，他没校长，还没校长，结束了什么的？结束。嗯，不行，这让你现在好好展示一下，辣宝忍一下，辣宝太可爱了。
来吧。你看扎他又笑了。好，妍希，三二一，开始。一只傲娇，平时猫不是这个样子的，优雅的猫。它绕了一圈，走猫步的猫。它绕了一圈，仍然回到了我的身边。为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养猫真麻烦。我模仿是纳豆。哦，纳豆。啊，纳豆在地上滚。纳豆没有，纳豆是这样的。纳豆是。啊！谢谢。哎呦，哎你。这个形象消失了，好吗？你在纳豆是这样子，纳豆不会穿裙子，然后一定要人挠他的肚子。纳豆不是公的吗？那为什么纳豆一见到我就跑了？纳豆见到谁都跑。纳豆见到谁都跑。没有，他害羞。他见我就不跑，这是我的技能。他可能看到同类。对。所以养猫真麻烦，就是求偶很困难。像养个鸟就比较。谁跟你在场有人谈求偶吗？你一直在谈他吗？对，开玩笑而已。那你有什么绝技吗，小四？对，我的绝技就是行走的猫薄荷。哎，你以前不是有啥猫薄荷？对啊，就是我走到哪里，猫都喜欢黏着我。我记得你有一个是报菜名吧？有没有精进过一次？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要不然演一下，表演你的演技好了。我演技很烂。好的，好的。现场还一下小黑龙的经典台词，让我们看看吧。我才两岁。叫谁龙大叔呢？我告诉你，龙的寿命很长，我只有两岁。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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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还有谁有什么特殊技能吗？差你的了，差你了，就差你了。我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就是上一次我有个粉丝送了我一本书，我打开看。那个就是很厚，这么厚，然后封面写了一个字派，然后里面啊，我知道那本，然后里面全都是3.14159.26啊。你给我停一下，我今天后台很要事情，今天后台非常的棒，我这么努力搞事，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洗刷这首歌的印象，好不好？然后那我继续背诵一段圆周率给大家听听，虽然我现在能背下来的，你忘记那个吧，真是的。然后其实上次背过一段，现在还是这么多，但是希望大家多多记一下，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你记记数字可以打发时间。哎，我们又不知道对错，对啊，随便说也无所谓了。你可以回去自己对嘛，回去核对。对，我哪记得住？3.14159.26535.89.93.83.84.62.63.33什么5795028841971169399，哎，后面就不记得了。哎，谁要背？谁要 B-box 啊？好了，耶耶耶！好，那收尾吧。那让我们接下来欣赏，你说，青春不散。